4月11日下午，某手表品牌在首尔新沙洞举办了品牌站台活动，演员丹尼尔·海尼、崔有华、东贤培以及歌手 Team 等现身出席了当天活动。太阳的哥哥东贤培最先亮相，一身黑色系休闲西装搭配别致衬衣，帅气有型。最后，丹尼尔·海尼以米色西装装扮现身，一身简约的英伦风格，尽显绅士贵族气质，